常冷静。本来以为后卫的站位已经很理想了，不可能有打门的空间，居然还能起脚，真是给力。僵局，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，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球在哈里凯恩脚下，卡塞雷斯，西门尼斯，卡瓦尼已经进入了威胁区，巴克利，拉希姆斯特林拿球，哈里凯恩拿球，西门尼斯传向对方后场，巴克利，斯特林，看哈里凯恩，他是凯恩，门将表现非常给力，门将的神勇扑救。这次扑救看似容易，但其实难度非常大，门将必须手疾眼快，就像他所完成的一样。险情暂时解除，格麦斯，马奎尔，巴克利，斯特林拿球，冯德森，冯德森，戈丁拍出了险情，卢卡斯托雷亚转移到前场传球，他找到了防线的破绽，苏亚雷斯七度打门，球进了，迅速精准致命，胜负就在几秒之间。这次反击太精彩了，防守还没组织好，皮球就飞进了球网，反击又猛又快，势不可挡。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，这绝对是回击对手的最佳方式。刚刚取得领先的球队容易松懈，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啊。不过能够打入这样的进球，还是要归功于球员们把握机会的能力，太厉害了。穿透了防线，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戈丁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。东方是球败低啊，他是东方不败低。对方的防守是做得不错，不过主要还是他们持球太久，没有目的性。要知道拿球时间越长，给对手调整防守的时间也就越多。巴克利，亨德森直接长传，卡瓦尼需要快速处理球，马奎尔，格麦斯，亨德森视野很开阔，将球转移到另一侧，
齐尔维尔，斯特林，齐尔维尔，斯特林，巴克利，齐尔维尔，巴克利，卡拉基姆斯特林，铁脚射门，卡塞雷斯出现把球破坏出去，漂亮的控球，球的线路不错，迭戈拉克索尔特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阿诺德，亨德森，巴克利，球在乔丹亨德森脚下，尝试吊过顶球，非常准确，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。迭戈拉克索尔特，戈丁，戈丁长传到前场，卡塞雷斯，卢卡斯托雷亚，凯恩，凯恩送出直塞，卡塞雷斯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马奎尔他出现在那里把球破坏掉，球就像是粘在他脚上一样，卢卡斯托雷亚，卡瓦尼，他选择攻门，阿诺德，巴克利，斯特林拿球，哈里凯恩拿球，凯恩，凯恩，本坦库尔，乌拉圭试图制造一些威胁，卡瓦尼拼命跑向这球的落点，齐尔维尔，巴克利，齐尔维尔，戈麦斯，亨德森，阿诺德，球掉到中路，戈丁出现把球破坏出去，双方纠缠在一起，球丢了，精彩的对决看得我是心花怒放啊，我说的是看台上的美女吧，碰球那么久，最后也没能给门将制造麻烦，简直就是浪费。西门尼斯出现把球破坏出去，巴克利，漂亮的直塞球，球传向了侧翼，但这脚传球不太理想。斯特林确实有自信也有能力那样的控球，但是稍微带多了几步，应该早点把球传出去，因为接应的球员已经拍马赶到了。巴克利，卢卡斯托雷亚，本坦库尔，卢卡斯托雷亚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，卡塞雷斯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球，裁判手下留情，没有掏牌，只是给予了严厉的警告。出现在那里把球破坏掉，漂亮的防守，再这么防下去啊，后卫们要失业了，这样的表现不得不赞啊，
这球他把自己当成了防守球员，比赛非常投入，想绕过防守队员斯特林，现在无人持球，恩德森有队友支援吗？没有，他说哥一个人就够了，快攻的好机会，苏亚雷斯带球向前，戈麦斯，亨德森，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。假如您是刚刚打开电视看到目前的比分，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沉闷的平局比赛，不过事实刚好相反，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非常的精彩，目前双方是各有一球入账，即将开始的下半场比赛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比赛已经过去了一半，这个上半场比赛出现了太多的迭戈拉克索尔特寸土不让，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，卡瓦尼打卡瓦尼起脚打门，他出色的化解了险情。卡瓦尼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只是门将太神勇。卡塞雷斯起球，危急之中将球解围，现在是时候有点变化了，他们开始将尝试用长传冲吊和地面射门，前面高难度的部分啊做得很好，偏偏射门没有打好。我想面对这样的传球，后防线难免会露出破绽，这个传球应该为他们敲响了警钟。马奎尔，亨德森一记长传，齐尔维尔，亨德森要到前场，直接打到前场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球传过去了，要果断，球在巴克利脚，巴克利同样的射门，同样的结果，球在斯特林脚下。哎，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哈，球被对方拦截无功而返。亨德森，斯特林，巴克利，华丽的脚下动作，把握传球的时机，齐尔维尔将球传到禁区里，他会选择哪个落点呢？巴克利，阿诺德，齐尔维尔，卡瓦尼，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。西门尼斯，他能否接到球呢？他解围成功，哎，又抢回来了。戈丁向前场转移，想要穿透防线。过于犹豫，白白失去了一次反击的机会，这次反击最后似乎是不了了之，对方有充分的时间去退防，机会已经不复存在。戈麦斯想要改变进攻的路线，马奎尔，齐尔维尔，卢卡斯托雷亚，卡塞雷斯，他很擅长利用身体啊，在力量上确实有优势，
颇具威胁的横传，啊，远距离长传，这个断球干净利落。他们尽力了，只是没有能够进入危险区域。好，身体把球抢了回来，巴克利明显犯规了。本坦库尔直接传到前场，球在罗德里戈本坦库尔脚下，展示了华丽的技巧。他最好抬头看看门前的情况，其实啊，不只有一种选择。凯恩、斯特林、戈丁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，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。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，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。巴克利、阿诺德、难得调整打门，球打进了，他们重新夺回了领先的优势。哇，太给力了，神仙也救不了。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啊，更别说一个了。这个射门太刁钻了。英格兰成功改写了比分，卡瓦尼拼命跑向这球的落点，拉希姆·斯特林拿球，巴克利身体优势啊，这点让对手很吃亏，快速向门前推进，传球，卡瓦尼，他一路狂，卡瓦尼，守门员化险为夷，门将精准的化险为夷。看得出门将的第二反应非常机敏，迅速的将球抱住，这充分体现出他长期的训练成果。这次进攻机会啊，其实是很好的，进入到了对方的半场，不过没能制造威胁。埃迪森·卡瓦尼拿球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进攻很有质量，渐入佳境。他们必须不断的向球门施压，对吧，苗坤？确实必须这样啊。埃迪森·卡瓦尼，苏亚雷斯切到大门，只偏出那么一点，这球太悬了，失之毫厘啊！亨德森、马奎尔。巴克利，西门尼斯，卡塞雷斯，西门尼斯，横传，齐尔维尔，马奎尔，巴克利，试图快速发动进攻。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，可以放心的前压，不过一旦失去球权还是非常的危险。卡瓦尼，比分没有变，只差一点啊。尽管措施迅速扳平比分的机会非常可惜，但是球队表现出的这种韧性值得肯定。选择了战术角球，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。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，没必要太保守，这种形势下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。试图直塞，凯恩飞过门了，
他们信心十足，体能也非常的充沛，不过他们必须保住球权，不能再把球送给对方。巴克利，阿诺德，漂亮的脚下功夫，亨德森，巴克利，哎，毫无疑问犯规了。齐尔维尔，球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，争取再进一球实在是勇气可嘉，不过要是搞砸的话，教练可要发火了，他们现在必须要拿住球。乌拉圭等了几分钟了，终于可以换人了。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明显啊，他已经非常疲惫了，而且一疲劳就容易出现失误，有时候身体没劲，脑子也会变慢，现在这次换人就是这种情况。比分再一次回到平局，到了这个阶段，进球会让他们占据心理上的优势，我认为他们应该放手一搏，全力争胜。传中的好机会，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，不过可能还有打破僵局的最后希望。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他们的时间正在一点点耗尽，难道今天就是大结局了吗？我们都期待着最后时刻有球员能够站出来打破僵局啊。哈里凯恩起脚打门，再次打门，最后这脚打门能再精准些就完美了。阿诺德，马奎尔，亨德森，德麦斯，直接长传，界外球，本坦库尔，迭戈拉克索尔特，本坦库尔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。迭戈拉克索尔特，迭戈拉克索尔特选择传中，乌拉圭再一次换人，他还能继续坚持的精神可嘉，不过教练换他下来也是为了他。纵身跃起，以一种精彩的方式结束了下半场，乌拉圭本以为可以绝杀对手，但最终还是平局。我觉得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，没有什么缺乏动力或者没有进攻欲望之类的问题，比分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整场比赛的形势，我认为这是一场不错的比赛。